短杆细线遇到十家草棒子。嘿，靓仔，出来钓鱼了哦。等等，哇，在这找，你有可以加一个车吗？哈哈哈，超大个，嘿，尝一下，好甜，甜得很，差点忘了正事。今天就在这个小河沟里边吧，村子旁边的一个小河沟，今天就在这里钓一钓看，看看这鱼腥泡泡，迫不及待开干开干。杆子我们今天就用四米五，线组二加零点八。先来给鱼做个饭。零点八的水。啊，要拖大一点，先拉窝子。多年。今天做了一个大丸子，打个窝。就这样抽呀抽频率，来，终于等到你，鲫鱼，嘿嘿，第一条，哎，哎呦，解口，一个解口，这什么？嘿，哎，来，又喝，什么鱼？哎呀。还发那个哦，黄辣丁，我的妈呀，我这一会儿我要几个品种，这个黄辣丁好大，哇塞，这个嘎呀真大，真口，看这个多大，呜、可以，大哥能别叫了吗？大哥耳朵都快聋了，哦，妈呀，杆子差点被拖跑，知道，喂、哎，这，哟。上来吧你！妈呀！我的妈呀！上大鱼了！被鱼拉着走，子线太细，不敢硬拉，只能顺着它。这鱼太大了，鱼把我的线拉得蹭蹭响，知了声音太大，完全覆盖了线切水的声音。看看这大弯弓。这条鱼还没出水，已经十多分钟了。就这样一直溜，溜了十多分钟还没出水。还在溜，拿溜翻，看到没？哎，没有出来。来了，哇塞，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大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，那么大，它的身子差不多一米长，它往那树枝里边钻，太聪明了，一米五的杆子，2.0的直线，0.8的直线，慌的一批心里没底，就这样一直溜了快30分钟，尾巴非常大，20公分左右，敲了几口水，可是头还是提不起来，一直在甩尾巴，看到没，这尾巴，哎，他又钻一个区，太聪明了，他老往那线也牵了0.8的，用了半个小时，用了半个小时。哎，跑了一条大鱼，我也没心情钓了，收竿。今天的鱼货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可惜了那条大的了，回去吧。